今天啊又走错路了，地板眼睛看得很痛，很多这个面包了，头晕了、这个卖咖啡的哦，今天那个阿姨出门的时候忘记带钱包了、还好今天有个帅哥带我来这里，还以为走错路了，有很好喝的咖啡，这个帅哥请阿姨吃这个，这个给我分一半哦，给我一个，害羞啦阿姨，结果阿姨给回他一个，一人一半啦、那个还不给我喝一口、阿姨喜欢这个用手揉的那面包啦，还有很多这个蛋糕啦，喜欢看阿姨出面包喝咖啡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。